星云大师出家77年的遗憾与期待，观看次数107024次。https://www.youtube.com 分享储存凤凰佛教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sp9adq 发布日期2016年7月12日。星云大师，中国江苏江都人，生于1927年，幼年家贫，辍学，父母因忙于家务，随外祖母长居多时，后卢沟桥终日战起，父应于1938年间因战火罹难，与母寻父，有缘于南京栖霞山李志开上人批替，实际祖庭为江苏宜兴大觉寺。1947年焦山佛学院毕业，期间历经宗下、教下、律下等丛林完整的佛门教育。之后应聘为白塔国民小学校长、陆涛月刊主编、南京华藏寺住持等。1949年至台，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及主编《人生》杂志。1953年任以蓝念佛会导师，1957年于台北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1964年建设高雄寿山寺，创办寿山佛学院，1967年于高雄开创佛光山，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之宗旨，致力推动人间佛教，并融古会经，守定规章制度，应行佛光山清规手册，将佛教带往现代化的新里程碑。大师出家70余年，于全球创建200余所寺院，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华寺、巴西如来寺等，均为当地第一大寺。此外，并创办16所佛教学院、23所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50部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50余所中华学校，即至光山宫、普门中学、军头中小学、军医中小学、多所幼儿园等。以及先后创办美国西来大学、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澳洲南天大学及菲律宾光明大学等。2006年，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 WASC 会员，为美国首座由中国人创办并获得该项荣誉之大学。1970年起，相继成立育幼院、佛光精舍、慈悲基金会，设立仁爱之家、云水医院、佛光诊所、云水护制车，协助高雄县政府开办老人公寓，并于大陆捐献佛光中小学和佛光医院数10所，并于全球捐赠轮椅、组合屋，从事急难救助、育幼养老、扶弱济贫。1976年，佛光学报创刊，一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标点分段编纂佛光大藏经，近千册计编印佛光大词典。1988年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文集、期刊等。1997年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经选白话版》，
132册佛光大辞典光盘版，设立佛光卫星电视台，后更名为人间卫视，并于台中协办全国广播电台。2000年人间福报创刊，成为第一份由佛教界发行的日报。2001年发行二十余年的普门杂志转型为普门学报论文双月刊，同时期收录海峡两岸有关佛学的硕博士论文及世界各地汉文论文，集成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共110册。2013年出版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20巨册。2014年出版佛光大辞典增订版十大册，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盛典以及金玉满堂人间佛教教材。大师著作等身传有释迦牟尼佛传、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迷雾之间、人间万事、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当代问题座谈会、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人间佛教论文集、僧事百讲、百年佛缘等，总计2000余万言，并译成英、德、日、韩、西、普等20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大师教化弘广，有来自世界各地跟随出家之弟子2000余人，全球信众达数百万，传法法子百余人遍及大陆各省以及海内外，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澳洲等地，如南京佛教协会会长龙香法师、保定佛教协会会长真广法师、锦州佛教协会会长道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道坚法师等。1991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为世界总会总会长，至今于五大洲170余个国家的区成立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实践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佛光会先后在世界各大名都如洛杉矶、多伦多、悉尼、巴黎、香港、东京等地召开世界会员大会，与会代表5000人以上。2003年通过联合国审查肯定，正式成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NGO 会员。历年来大师提出欢喜与融合、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自然与生命、圆满与自在、公事与公非、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一人、菩萨与义工、环保与心宝、幸福与安乐、希望与未来等主题演说、倡导地球人思想，成为当代人心思潮所向及普世共同追求的价值。由于大师在文化、教育及关怀全人类之具体事迹，1978年起先后荣膺世界各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有美国东方大学、西来大学、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智利圣多马斯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泰国马古德大学、澳洲格雷菲斯大学、台北辅仁大学、美国惠提尔大学、高雄中山大学、香港大学、韩国金刚大学、
澳门大学、嘉义中正大学及韩国威德大学等。近年来，并获大陆各大学班与名誉教授，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昌大学、扬州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浙江大学等等。同时，多次获得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颁赠一等奖章，2000年获总统颁赠国家公益奖，2002年获得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奖，2005年荣获总统文化奖、菩提奖等，肯定大师对国家、社会及佛教的贡献。大师在国际间亦获奖无数，如1995年获全印度佛教大会颁发佛宝奖，2000年在第21届世界佛教徒友议会上，泰国总理乃川先生亲自颁发佛教最佳贡献奖。2006年获香港凤凰卫视颁赠安定身心奖，以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颁予终身成就奖，即永久荣誉会长，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代表布什总统颁赠杰出成就奖。2007年获西澳 Bayswater 市政府颁赠贡献奖。2010年获得首届中华文化人物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颁中华之光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以及2013华人企业领袖终身成就奖。大师悲愿鸿生，缔造无数佛教盛世。1988年11月被誉为北美洲第一大寺的西来寺落成，并传授万佛三坛大戒，为西方国家首度传授三坛大戒。同时主办世界佛教徒友议会第16届大会，海峡两岸代表同时参加，为两岸佛教首开交流创举。1989年应中国佛教协会之邀，率弘法探亲团赴大陆，并与国家主席杨尚昆、政协主席李先念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开启两岸佛教交流盛事。1998年2月，大师远赴印度菩提迦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恢复南传佛教失传千余年的比丘尼戒法，同时举行多次在家无戒、菩萨戒会。同年4月，律团从印度恭迎佛牙舍利立台供奉。2004年11月至澳洲南天寺传授国际三坛大戒，亦为澳洲佛教史上首度传授三坛大戒，成为当的佛教盛世。大师一生积极推动国定佛诞节的设立，1999年经立法院通过，将农历4月8日定为国定假日，并于2000年庆祝佛教东传中国2000年首度国定佛诞节。2001年10月亲赴纽约911事件的点洒净，为罹难者祝祷。同年12月受邀至总统府以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发表演说。2002年元月与大陆达成佛指设立立台协议，以星云牵头联合引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为原则组成台
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旨设立委员会，至西安法门寺迎请设立到台湾供奉37日，计500万人瞻礼。2003年7月，大师应邀至厦门南普陀寺参加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同年11月，应邀参加鉴真大师东渡成功1250年纪念大会。随后应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之邀，率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至北京、上海演出。2004年2月，两岸佛教共同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至台、港、澳、美、加等地巡回弘法。2006年3月，至享有千年学府之誉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同年4月，以八大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应邀出席于杭州举办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说。2009年，国际佛光会与中国佛教协会、中华文化交流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主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并于无锡开幕、台北闭幕，写下两岸四的宗教交流新业。2012年9月，应第六届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邀，主讲信仰的价值，为该论坛创办以来首位发表专题演说之佛教领袖。2010年起，应邀于北京之中国美术馆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为首位在该馆展出书法作品的出家人。后陆续于海南、天津、内蒙古、山西太原、广东、云南、厦门、镇江、上海、大连、山东、浙江、广西等美术馆或博物馆院展出。2011年12月，大师指导建设的佛陀纪念馆开馆落成，一年即获国家建筑金奖、文化教育类金狮奖。开馆第3年，2014年获得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认证，成为该会最年轻的正式会员。同年，全球最大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评为2014年大奖得主，颁发优等证书，以各项艺术展览、教育推广、两岸文化交流、地宫收藏时代文物、永久为社会大众持续做公益服务等项目受国际肯定。为推动世界和平交流往来，历年来大师曾与各国领袖会面，如泰皇普美蓬、印度总理尼赫鲁、菲律宾总统马加伯高、多米尼克总统塞纽瑞、美国副总统高尔，以及马来西亚三任首相马哈蒂、阿都拉、巴达威和纳吉等。此外，大师先后并与各宗教领袖交换意见，如世界佛教徒友议会会长泰国公主彭、俾斯麦、迪斯库尔、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约翰保罗、本笃十六世等晤谈。2004年，大师应聘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道教、回教等领袖共同出席和平音乐祈福大会，促进宗教交流，实际发挥宗教净化社会人心之功用。
也先后与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审查人马悦然教授、汉学家罗多碧教授、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诺贝尔文学奖的奖人莫言先生等人进行人文交流座谈。2013年，与大陆三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胡锦涛及江泽民见面，写下佛教历史新页。近年，大师于大陆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并捐建中国书院博物馆、扬州鉴真图书馆、南京大学佛光楼，成立扬州讲坛、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等，积极推动文化教育，其能促进两岸和谐，带动世界和平。类别：人物与往志。这部影片中的配乐。了解详情。歌曲 A Year for Change A 负14016。演出者 Paul Reeves JB2 PRS 专辑 Wong 306 Success Stories 授权 YouTube 的内容拥有者 Agrarian for Rights Holder Agrarian for A3RD Party 代表 West One Music Agrarian Publishing 与八个音乐版权协会。